这里是星星在农村，在我们农村的喝着医疗马上就要上涨了，咱们去找人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看的吧。韩娘，哎，你坐这里这玩了没事儿了？我没事，我天天没事。你也种地了呗，娜娘？我没种。没种病了，我有病了。哦，年龄大了是吧？在地种下来还是给孩子们种的？孩子们也不种，都给他种的。俺娘听说咱这喝着医疗今年还得再持续往上涨。涨呗，又不光涨一个人了，那有啥办？俺娘，你去年交的喝着医疗是交多少钱？交120。啊，120。220是吧？那都是几口人给俺家交的？俺交四口人的。四口人的。俺二不交。哦，您二没交。俺也有，他有保险有。哦，有哪个就没交这个？他不需要交。四口人的，这就是这些钱了，这是。880呀。八百八。听说今年涨30%。一人在涨30%。听说今年得今年还没交的吧？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交？谁知道？我那喊着那交呗。对，喊着俺交。你觉得这个喝着医疗再降30%，你对恁就是恁那的农民有什么看法呗？咱不想法呗？咱不懂的，有什么看法？有什么看法？人家交咱得交，你不交就随大流。我们这好，你要种的喽，不交他没法报。对对，这个喝着医疗吧，报也了。俺种这吧。就感觉是这交了钱跟白交的样子吧，你要扔着了吧也不好，你扔着就是生命，你生命也就生命也保，咱也不想生命也是吧，俺是也给报销。你感觉是交这个钱，然后对咱有什么好处不？也有点好处，也有点好处，有点好处。你有点病了再来的，对，你在小医院里他不报，你上大医院那看病他多少他就报点，他减轻点负担呀。对，他一拿拐杖抡完的了。对，拿报了就先就感觉能报了现形了。就是，人就吃不苦咱俩哪有不生病的呀？通过和大娘的聊天呢，大娘说了这个合作医疗上涨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影响，都是随大流的。交了嘛，也是买个平安。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。